们现在测试的这台是九宝田哦 B92 的翼引擎哦，那这台是九宝田三缸柴油引擎，大概是19.5马力哦，大概20马，它有动力方向盘哦，倍速转弯，再主要是它有一个原厂的铲斗哦，然后搭配的是九宝田哈1米4的回转离，然后离头架也有布啊，然后现在我们正在正中午的时候大太阳底下这样在测试中，我等一下换我开给大家看啊，好，这是它倍速转弯的功能啊，那这台车大概是800多小时。朋友来换我，停下来换我。那 PTO 空档，好。然后现在就是855了哈，这个它转速表，哦，温度表，然后这油表。这是它的那个操作，那个举升，那个前面的铲斗的哦，小铲斗哦，它很漂亮哦，几乎就是没有用的痕迹啦，但稍微微微的有稍微刮伤的地方有生锈，但局部的大致的斗子、环关节他们都只有打黄油，然后这边举升哦，就上升哦，往下降。哦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自动水平的功能，哦，自动水平，哦，自动水平的功能，好，那再来就是手动水平，哦，左右调整，哦，这个按键都是正常的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就是主变速的，哦，前进后退，哦，它在前进一档或前进二档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刀子的部分有1、2、3，哦，跟逆转档。啊，高速走行有哈，走行的高速档跟作业档哦，再配这边1、2、3跟倒退档来做变换，等于是说前进有高速档3、2、6，前进有6档，后退有2档哦，大概是应该是要这样讲。然后这边刀轴转速有1、2、3档加一个逆转档啊，然后主要是像我们像比如刚用2档吗？啊，二档，然后我们用作业行进作业，然后我们刀子用1档。哦，这个小型车一定要全转速，哦，它才够力，哦，然后我们就刀轴放下去，哦，就开始打点了，哦，那这台车20马力是在，九宝田的那个系统里面测试，小型车马力做的比较大，等于说这台车的车格大概是10几码的车格。但是这边是装了大概是19.5马力的引擎啊，大概温的恭喜你找倍啊，那这个是有动力方向盘的啊，所以非常好操作转弯啊，如果其他人女生要开的话也没有难度，因为这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啊，那唯独就是说这台车来的时候它的引擎的吹漏器哦比较大哦，但是现吹漏器大，我们这样开起来是没有那个很大影响，但是它有附一颗哦，那个附一颗引擎来，而不是全新的，就是说一颗正常的引擎来哦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引擎我就帮你换上去哦，但是这颗旧的你要留给我哦。哦，啊，我们现在这边，因为我们这块地啊，比较稍微属偏黏土的地啊，因为下雨哈，所以一样那种开的，那种一地啊一地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车大概的作业的速度大概就是这样，哦，没办法快，哦，但是如果在1、2分地以内使用反复的翻档哈，是一个很便利，然后环境狭小的空间内，在车是一件
是一台很灵巧的车子啊。哦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十字操作杆，哦哦，斗子不大哦，但是要捡些石头再运一点东西哦，是蛮方便的。啊，我等一下会跟你讲那个所谓的哪里的烟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。大概整台机况哦，操作起来全部都是正常的啦，就唯独它的，其实这个其实我也不讲哦，你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是尽量是要跟大家都眼睛打开，哎呦啊，好，引擎打开，这是外汇车哦，你自己去买哦，不会比较好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。要都会去帮客人先事先去检测过车子的所有的状况了，哦，啊，因为真的有时候车子都一定要试热车才知道状况，你没试热车，有时候根本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，哦，那这支橘斗的荷重是可以到180公斤，再拉起来，拉。来，它的吹漏器的烟是在这里，还用那只管子拔起来，那只拔子，哦，这个烟稍微比较大，哦，哦，哦，烟稍微比较大，哦 ，OK， 好，再放进去，哦，但是开起来，整车开起来是正常，但是它这个，哦，有附了一颗引擎过来哈。哦，因为这我们有去反应哦，啊，所以这一定要处理，好，哦，来用塞进去啊，好，哦，那大概是这样，啊，那给你参考看看，好，哦，如果你要来看车的话，哦，你再跟我约个时间。